老铁们，谁能猜出楼在哪儿呢？看，看我在哪儿呢？贴膜店啊，车身改色找他家，都来贴的了。这垃圾丰田来贴的，有啥好改的？动力啥都没有，就不喷他了。说这家贴膜店啊，就是湿润一下是吧？这是啥作用啊？固化嘛，固化哈，对，湿润一下呗。对，就是没有灰了哈。这还都得拆下来贴呢，整的挺认真啊，整的不错。这内饰一如既往的丑啊，真丑，却黑。哎，对，说的啊，对，不喷日系车，说的是这家车模店宣传他家。我那个车身就是搁他家贴的，让大家看一眼啊。各种颜色可以选，车身改色，你看看选哪个颜色都行。我那个应该是这个色，这个应该是地中海蓝，应该是这个。好了，上面是这个反光反蓝光的这个头，我可以选啊，看看。我这车贴的不错，就搁他家贴。很多新车都来贴了，不少新车都来贴了。看，这他家凯森汽车贴膜，整的挺好。整的不错啊。凯森汽车贴膜，贴膜改色都行啊，看都是给他家整的特别好。最后我说一下地址啊，国贸城就七贸小镇那边，国贸城那边啊，这个位置。哼哼，哎呦我操，他家是喷漆车间呐，哎呦我操，他家的喷漆车间味儿太大了。他家喷漆车间味儿太大，对面贴膜改色上他家啊，贴膜改色上他家，好了。